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有藏对摄影开窍了。说的是呀、啊。哦、啊、这不是小玉的爸爸吗？啊哈，你们好。看来你的心情很不错嘛。让您看出来了，我刚刚去洗印店拿了冲洗好的照片。这次我拍的相当不错哦。啊，想看看吗？刚才我可什么都没说呀。我知道。哇，小玉。哎呀，摄影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，我从心里感受到了摄影的乐趣。哇、哦、把我宝贝女儿的成长用这种方式记录并且保存下来，对于当爸爸的来说，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了。原来如此啊，宝贝女儿。小玉迟早会长大成人，到了她当新娘子的那一天，我看着这些照片就能回忆起美好的往事，那我也心满意足了。殷老先生啊啊，我现在这么努力地拍了这么多小玉的照片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些就算是留给未来的财产啊。留给未来的遗产？不是遗产，是财产。等到丸子长成了大姑娘，我也好想能和她一起看她小时候的照片。我要给她拍照片。小玉爸爸，这张照片拍得好可爱啊。你也看出来了，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哦。碎波先生在，能不能请你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辅导我应有藏学习摄影呢？我也打算给丸子拍很多的照片，把它们留下来当做未来的遗产。哦，有藏啊，是财产。不过殷老先生，摄影我只能算是个新手，让我教您摄影技术。不不，我不是想让你教我关于摄影的技术，而是想让你告诉我摄影师所要投入的各种情感。好的，殷老先生，我完全了解了，我愿意为您效劳。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现在公园里正好盛开着大波斯菊，明天呢又是星期天，我们举办一个摄影会怎么样啊？太好了，请您一定多多指教。不，彼此彼此。这么自作主张。哼，当天晚上，丸子，丸子。嗯？啊？什么事啊？明天就是摄影会了，你想好穿什么衣服了没有啊？衣服和平时穿一样的不就好了？不行不行，不能和平时一样。爷爷想把丸子拍得可爱点，你要打扮得漂亮点嘛。对了，让妈妈给你扎个丸子型的头发怎么样？啊，这也太麻烦了吧。丸子啊，随便摆个姿势让爷爷练习一下。啊，就现在，在这里。咔嚓咔嚓咔嚓！哎呀，不要拍了，爷爷。来嘛，丸子，这是为明天做准备的练习。什么嘛，我不要摆什么姿势，这老人难为情死了。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大方点吧，丸子，你可是爷爷的模特啊。模特？嗯，对呀，反正总要当的。我说爷爷啊。怎么啦？要是给爷爷当模特的话，我是不是要跟爷爷收一点点模特费呢？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收费也是应该的。嗯，
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过一会儿给你买你喜欢的东西，怎么样？哇，太好了！开心的姿势来喽！嘿嘿，嘿嘿，嘿嘿！哎呀，不错不错，真不错啊！咔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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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嚓。然后到了第二天，哇，好漂亮，真的就像粉红色的地毯一样呢。泰迪好感动。请记住，注意力一定要集中，绝佳的拍摄机会随时随地都会出现，千万不要让它溜走了。好的，小丸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感觉你们好像是被我爸爸硬拉来的。没有的事，这次其实是我爷爷求你爸爸教他的。来，小玉，多点笑容，笑容。丸子啊，笑一笑，笑一笑啊。摄影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。殷老先生，有时候用手调焦距难度很大，倒不如将自己的身体移动一下来拍比较好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脚下功夫对摄影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哦。哎。哎，爸爸！哎，哎，耶！啊！啊！爷爷！啊，英龙先生，你没有摔伤吧？没那么严重啊。哦，丸子啊，你保持一个姿势，不要动，让爷爷拍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失败。啊，对了，丸子啊，能不能摆几个可爱点的姿势，就像这样？是这样。啊，丸子啊，要笑嘻嘻的，就像这样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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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哦，绝好的角度，小玉，快到这儿来。啊，丸子，到爷爷这儿来啊。啊，你请你请。哇！哎呀！丸子啊，拜托了，你就不能发自内心的笑一笑吗？来，快笑一笑。这样吗？哎呀，可是你的眼睛里头没有笑意。那这样行不行啊？这样简直就像国王陛下一样。哦，看来当模特儿也很不容易呀。终于明白小玉的感受了。要想拍到好的表情，关键是尽量不让对方意识到镜头的存在。知道了，但是到底现在该怎么做呢？摄影师要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去，看我的吧。嘿，撒，啊，撒，撒撒撒，撒撒撒撒，撒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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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，撒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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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。爸爸，快停下！爷爷。还是被发现了，哎，都怪我太大意了。爷爷，爷爷，怎么了？模特费就用那个代替吧。不解风情，但求实惠，就是指这个吧？好好吃啊。但是现在这个表情很好啊。对了，现在正是拍摄的好机会。哎呀，胶卷用完了。几天以后，小丸子，你有电话，是小玉打来的。好的，会是什么事呢？喂，小玉啊。哎，你说报纸啊？有摄影比赛的版面，反正你先去看一下吧。什么？报纸上有摄影比赛吗？
报纸，报纸。啊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我们家小丸子的照片登上报纸了嘛？秋天的食欲用来形容丸子还真贴切呀。爷爷，是你送去的吗？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但是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呢？我明明记得那个时候你说刚好胶卷用完了，没有拍啊。是这样，是这样的。你们看，照片脚上的这个人不就是爷爷吗？啊？好奇怪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大喊大叫着你！快看这里，是野口同学。什么？没想到拍这张照片的不是爷爷，而是野口同学呀！是这样啊。可是话说回来，野口同学到底是什么时候？我知道了，想要拍到好的照片，摄影的人就要融入到周围的风景里。从小山身边逃走，一定会，我一定会弄到手的，一定会的不？能不能快点到明天呢？我都快等不及了不？你看他们两个好开心呐！是啊，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喂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是在说吃的东西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什么都没说不。喂，你们怎么了？喂，我感觉冰冰他们有点不太对劲儿。是啊。林同学，你看到冰冰和猪太郎了吗？哎呀，他们两个刚刚还在这儿呢。他们该不会是偷懒逃回去了吧？你问我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真是没有责任心，快把他们给我找回来。真是的，冰冰和猪太郎不见了，为什么要我去找啊？不，对吧？我说你们两个。什么嘛，是小鹰啊，别吓我们呢。就是嘛不，还以为是小山呢不。你们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呀？你们不会是在说小山的坏话吧？呀，你说什么呀？早上我跟小玉就看到你们不理小山，现在可别想撒谎骗我。不是那样的不。那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嘛，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，不仅偷懒不大扫除，还说朋友坏话，你们俩真差劲。根本不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们明天打算去这个店，不想被小山知道，所以就一直躲开他喽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山要是去的话，他肯定会中一等奖的不。小山只要碰到跟食物有关的东西，就会爆发出很强的能量。昨天吃午饭剩下的面包也被他赢去了，还有前两天的布丁不。这么说我想起来了，上星期他靠猜拳获胜，多吃了三个烧麦，对吧？想要抽中特大哈密瓜面包，就不能让小山来，这样才有希望。拜托了，千万别告诉小山不，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一辈子也吃不到特大哈密瓜面包了不。特大哈密瓜面包？知道了，我答应你们对小山保密。谢谢你了，小英，欠你一份人情不？算了吧，我答应对小山保密，是因为我也想抽中特大哈密瓜面包。别，小英，你也要去啊？机会不容错过。你要去抽奖？不可能抽中的。姐姐真是个没有梦想的女人呐。我跟你可不是一类人，我很现实的。丸子啊，你刚才说的那个特大哈密瓜面包到底有多大呀？那肯定是大的，怎么都吃不完喽，否则怎么会叫特大哈密瓜面包呢？肯定有那么大那么大。哈哈，那可真是大得不得了了。哼，那种甜的东西吃着吃着很快就会吃腻了。我不在乎，不管有多大我都会吃个精光给你看的。瞧你那较真的样子，根本就不可能抽中的。我一定会抽中的。第二天，用这个来包，不管多大的面包都能包得下。钱也带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哈密瓜面包，真是超好的哈密瓜面包天气呀！我的特大哈密瓜面包等着我。喂，小
小山同学。喂，面包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你别装了，刚刚你不是还说面包什么什么的吗？我没有说过这种话。是真的吗？我刚才确实听到你说面包什么的。你带着包袱布要到哪里去啊？不好了，连包袱布都被小山看到了，再不快点逃走的话。我只是帮家里买东西，顺便散散步而已啦。再见啦。吓死我了，要是让小山知道了，真不知道冰冰他们会怎么说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吃午饭前稍微散散步，吃起来会很香哦。你就算不散步，不也一直吃得很香吗？算什么借口？怎么了，应同学？我跟着你是不是不方便呢？非常不方便。不，也没有了。快看，在排队了，大家都是竞争对手了呗。是呀。他到底打算跟到什么时候啊？这样就没办法去面包店了。这样下去真的不妙啊！再不想想办法的话，有了！哎呀，痛！宁同学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肚子有点痛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什么大问题，小山，所以你不用管我了，你自己去散步好了，赶快让肚子变空，好吃午饭呀。你该不会是……你该不会是吃了什么捡来的东西？吃捡来的东西容易生病哦。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嘛？那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肚子疼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会不会是得了盲肠炎呢？盲肠炎？你站起来这么跳一跳看看，听说像这样跳要是越来越痛的话，那就是盲肠炎准没错的。来来来来来，也不用了，不会是盲肠炎的。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？来吧，你也一起跳，一起跳，一起跳。为什么我非要和小山一起在这里乱跳啊？我好可怜呢。那不是英同学和小山同学吗？两个人跳啊跳的，到底在干什么？难道是在跳某种舞蹈？哦，不是普通的特大，而是超级特大，就像做梦一样呗，绝对要抽中呗。再这样下去，抽奖都要结束了。小山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回去了。你真的得了盲肠炎吗？不是盲肠炎，我要回去睡觉了，再见了。哎呀，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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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太好了！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，再不快点就……就要开始了吧？对了，小英怎么没有来啊？不来才好呢呗，竞争对手越少越好嘛呗。等着我，我的特大哈密瓜面包。抱歉，让大家等了那么长时间，现在开店了，来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终于要开始了，哈哈，要开始了呗。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。小山同学，英同学，你不是回家睡觉了吗？是准备回家的，但是到家之前突然肚子就不痛了。是这样吗？那么我去公园了。那我也去。秋天真好玩呀。我到底怎么办才好啊？应同学和小山同学。
面包之神呐、啊，请救救小丸子吧，拜托您了。哦，冰激凌，冰激凌，味道很好的冰激凌，又甜又冰激凌、啊。是卖冰激凌的。啊，好机会！面包之神，谢谢您了。今天的抽奖已经结束了。第二天，那么大的哈密瓜面包，我可是第一次吃啊！外面脆脆的，里面软软的，味道好极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冰冰，为什么小山会？我的确抽到了哈密瓜面包。但谁知道回去的路上正好遇到小山，一半以上都被他吃掉了吧？这就是对小山保密的惩罚吧？我都遇到那么多痛苦的事了。英同学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：昨天你和小山同学一起跳的舞，直截了当说，那到底是什么？跳舞？小英，你和小山一起跳舞了吗？亲亲热热的嘛。不是这样的。小山，你们还一起做了跷跷板吧？亲亲热热。小山，野狗同学，亲亲热热。小山和小英，亲亲热热。这大概就是欺骗小山的惩罚了。不仅没有吃到哈密瓜面包，还闹出了这样的传闻。翘丸子真是祸不单行。都说了不是的。哇，好美的风景，从高处眺望的景色真让人着迷。要说让人着迷，平时总是扭扭捏捏的中野先生在运动会上展现了令人吃惊的飞毛腿，原来他能跑那么快啊。下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眺望的好地方和中野先生太引人注目，敬请期待哟。